She doesn't want to eat. No, I'm going to intend to let her go. I'm holding for her, but she doesn't want to. You can't use it. Thank you.
IC 全部拿出来。啊，我叫他拍我的车牌。他不要给我 IC， 为什么不要给我 IC？那你去不说我给你 IC？ 为什么没有权利？你刚撞我车。哎呀，你拿自己的我能看给我看。啊？拿自己的我能看给我看。拿我的 warrant 卡，为什么要给你 warrant 卡？只有新加坡警察才有权利叫人家拿出 IC， 知道吗？不知道。那不多说。你撞我的车，为什么不可以拿你 IC？ 不可以，拍我车。好心跟你讲话，叫你拍我的车牌的，对不对？啊，你撞我的车，我就拍你车牌就好了。当然嘛，那就是这样子的嘛。人？哦，来我怎么找你？哎呦，你这报警就可以找到我了吗？所以我还要去报警。把 IC 出来，大家互相抄一下，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哎，没有了。那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事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事啊，还跟我讲你读 lawyer， 你会不会？无理取闹嘞，撞人家的车还这样。你好好跟我讲话，我还给你的。我本来好好跟你讲话，你就是不要给我吗？我拍我的车牌，我拍了啊。那我怎么找你？还要去报警啊？走。